今天呢，我们节目就直接交给乙方老师，那我们节目就开始。那给我们一个老师辛苦的老师，已经在我们妙多教学上大概经过了破二了没？差不多了吧？是过20年，对，非常资深、非常有经验一位林乙方老师，欢迎他。今年老师举办了2场音乐会。然后像这个温馨的场地可以让孩子们有机会上台表现自我。有些小朋友他都在上课的时候跟老师讲，我好紧张哦，怕上台失常或是表现不好，非常在意。其实多多少少可能难免大家都会弹错一点点，可是没关系，就是大家继续努力，努力的学习，这是更重要的，让他们有舞台的经验，这是宝贵的经验，也是一个回忆。好，那我们给小朋友热烈的掌声，大家加油喽！首先欢迎第一个小朋友雨辰，雨辰要带来两首曲子，第一首是《北海的海盗》，第二首是《食蚁兽的布姬》。跟雨辰的四手联弹。真的很难得，然后有时候老师会问说，那雨辰，那你课业那么功课那么多，而且读私立的学校，怎么会有那么多时间可以又练小提琴又练钢琴？他说就是要有心啊，要自己去找时间出来练习。然后我觉得不错，这个小孩。然后最近他也是刚跟老师学没有很久的钢琴，不过他进步非常多，他不怕困难。以前刚开始那个在看谱方面会有点挫折，可是老师就帮忙加强，他回家愿意花很多时间画音符，然后他很感谢妈妈帮忙印的非常多五线谱。对，那个雨辰跟我说，我妈妈印了一大堆要让我一直写一直写，所以他那个看谱进步非常多。那我们给雨辰一个热烈的掌声，欢迎他的小提琴独奏。
棒哦，他全部都背起了，而且就是他上个礼拜才刚表演小提琴，然后他也是有表演钢琴，所以我觉得他勇气可嘉，请大家给他热烈掌声。谢谢雨辰带来精彩的表演，接下来是欢迎博浩，博浩。符号要带的曲子是《旋转的叶子》，还有第二首是《断音探歌》，欢迎他。手指非常有力的跳，然后通常刚开始小朋友练习这首曲子，右手连续跳或左手连续跳，很快就酸了，或是越弹越没有力气。经过这几个月努力的练习，终于进步了，很完整。好，谢谢博浩带来精彩的表演，谢谢博浩。谢谢。第三个欢迎永晴上台。永晴要带来的曲子是《哥赛克骑兵》，然后第二首是《波斯市场》，然后欢迎永晴。
本他今天有事情，可是我觉得他勇气还有他非常热爱音乐，所以他赶回来参加这一场音乐会。原本他跟老师讲说，老师那个今天有安排其他的事情，那让老师非常感动。我原本以为想说他应该想说，哎，中午不用谈了，所以我就觉得啊，看到他就很开心啊，就觉得像对老师也是一种肯定跟鼓励。好，那谢谢永晴带来这么好美好的音乐，谢谢。然后接下来是挺西小朋友，挺西呀，欢迎上台。敬礼，好，大家鼓掌一下。挺西要带来两首曲子，第一首是马拉奎纳舞曲，第二首是拉德基进行曲，欢迎挺西。
精彩的，大声全部的那个强度都出来了，所以他表现还蛮沉稳的。谢谢平心带来精彩的表演，谢谢。接下来婷素要带来两首曲子，一首是《狮子王》哦，这首应该大家都有听过，然后另外一首是《在家里》。好，请热烈掌声一下。小幸运，因为好像几页？好像六五页。
耶，其实是可以的，是老师想说，下一回合好了。对，好，那谢谢婷叔带来精彩的表演，谢谢。好，接下来欢迎，思雨奖。思雨他要带来一首日本卡通的歌曲，电影吧，《波妞》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？对啊，这首歌我觉得还蛮适合思雨的。当初老师在选曲子的时候，其实有参考，不是，应该是有想过每个小朋友的个性，适合弹什么样的曲子比较好发挥展现。那我觉得思雨她就是一个反应快、活泼、可爱的小女孩，然后蛮适合弹这种，因为波妞是曲风比较轻快的，还蛮适合她，请大家听看，好，掌声鼓励。学了两个乐器，一个是先学了钢琴，然后来发现那个长笛外表看起来会让人家有觉得有很有气质，所以选择了这个乐器。老师当初选择学长笛是因为这个原因，可是其实并不。对，那现在欢迎云青带来的比才的小步舞曲。Thank you.
琴啊，昨天老师跟云琴在这边练习预言的时候，之前老师有一个学生是一个大人，那因为他去生小孩，后来他有来这边，有时候会回来看一下。那昨天刚好听到我们在预言，他就跑进来说：“哇，这个小朋友进步好多，音色变饱满，然后技巧也进步很多，然后让那个云琴信心大增，所以今天全部都没错，应该是这样。”我说：“信心还好。”就是很流畅，昨天还一点点吃菜，可今天就很完整。那个之前一个大人的学生，他说哇技巧，然后声音都非常饱满，音色也进步了，所以就是要多鼓励小孩，他就会更有信心，然后更有动力的去练琴。好，谢谢云琴带来这么满面的音乐。接下来欢迎博伟。现在欢迎博伟要带来一首经典的新娘歌曲，相信很多爸爸妈妈以前都有听过，那现在听就知道喽。敬礼。最沉稳的一次，对，就老师上课教导的所有的情感的表达，他全部都做出来，让我觉得哇，真是进步很多。所以呢，就要多多上台，就越来越紧张。以前小时候就会常常会比较容易弹错，那是在所难免的。可是像小朋友，今天或许有些有弹错没关系，以后还有更多的机会，每年都会办音乐会，会让每个小朋友更进步。像博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像有些地方老师说要更强烈的，然后要渐慢啊什么，要去推那个音乐，他全部都有做出来，所以会感动人心，对不对？对，很棒。好，给博伟一个爱的鼓励。好，好，接下来欢迎婉琪上台，请上台。婉琪要带来的今天带来的曲目是《酷老小步》小众名曲。这首歌是非常多技巧性的东西。对，那我们来欢迎婉琪。
其实这首曲子非常难背，然后中间有一段转了四个降记号，而且中间有一大堆的临时记号，婉晴觉得哦怎么那么难背，原本老师想说让他看个谱，可是他坚持一定要背谱，其实之前老师有点担心他背不出来，那今天真的是吓到老师，就其他全部都背出来了，对，然后谢谢婉晴带来这么完美的音乐，谢谢婉晴。好，接下来要欢迎陈甫，他今天要带来一首《不可能的任务》电影主题曲。好，现在欢迎。原本我说，不然你今年不要参加，我怕你压力太大，怕你考不好，那老师也会很担心，替你担心你的成绩会不会表演会影响他的成绩。他说，不会。所以呢，我老师非常的感动，他就是有坚持的观念，坚持下去要表演，而且学习持续努力的学习。然后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够学习陈甫哥哥的精神，他待会就要赶回去拼功课了，祝他好运，好啊，考试顺利，好，谢谢，谢谢陈甫哥哥带来这么好听的音乐。接下来欢迎庭轩要带来赞美考囊以及邮递马车。
最完美的一次。对哈，那谢谢那个庭娟精彩的表演。刚刚她也是一直很担心自己表现不好，因为她个性也属于比较内向害羞，像我小时候也是这样子，每次只要爸爸的朋友来我们家，我第一件事情赶快躲到我的房间，因为我爸每次都会叫我说，哎，那个妹妹赶快出来表演一些曲子啊，给爱丽丝或是其他少女自己的世界名曲，那每次都被叫出来弹。可之后就慢慢的训练越来越大方，虽然现在是会有点害羞，不过慢慢训练就会越来越那个敢勇于表现自己。然后今天第一场音乐会到此，好，那现在给时间交给大翁老师，谢谢庭娟精彩的演出，谢谢。庭娟真的很棒，她突破了她自己。在去年的音乐会呢，假如妈妈有印象的话，她曾经在上面待了很久，因为太紧张，脑筋一片空白。大概停了可能两三分钟，没有弹出任何的音乐，但是后来还是继续弹完了，真的很棒。那今天的表现真的是大家在舞台上除了音乐的演奏，除了欣赏音乐感觉音乐的美好之外，很重要一点是我们的孩子一步一步不停地在突破自己，跟自己的极限做挑战，那真的是很好很棒的一件事情。那我们给我们今天孩子一个热烈的掌声。好，然后所有的影片跟照片的连结都会放在我们妙耳朵教育馆，妈妈可以上去自己 download 下来欣赏。好，自由拍照时间，拍照时间请小朋友到前面，一定要留念哦。小朋友演出的小朋友请到前面，大合照，大合照，好。有很多的孩子是从很小观摩时期一直到现在。请到前面来拍照，有参与表演没有？请到前面，好，来拍。有演出的小朋友请到台前团体大合照，全部都到前面了吗？好，那我们从小朋友从右边，好，因为有很多爸爸妈妈要拍照，所以我们从右边开始，好，看一下，好，比个耶吧。